北京的香山公园看红叶的时候，缆车好像出了点事故，走在中间的时候掉到半山腰了，缆车直接掉落了。反正他有好几号缆车嘛，后面的人直接吓得不敢坐了。但是国内发了以后马上就被删掉了，包括网易也发了嘛，网易发了，这事情发生在18号，然后网易18号发了一个信息，后来就是又删掉了。你看这网易先发的吧。我记得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新疆发生了一起武警出操的时候手榴弹袭击，死了有十几个武警，当时网易也报了，然后马上就又删掉了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我当时正在上网，印象特别深刻。就说这种有些时候新闻也不一定非得全部报道出来，对吧？选择性的报道。哎呀，这个缆车也是，包括美国他那个就是坐那个过山车也会出事儿嘛，对吧？深圳前段时间不是也出事儿了，好多这样的，还有哈尔滨的、大连的那个，就是星海公园那个也是好像缆车还是什么，经常出事故。是这几年这个疫情之间可能缺乏维修吧，再一个好多老旧设备它没有及时更新，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。啊，在日本好像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反正咱中国吧，就是有点粗放式的这种管理，所以这个安全事故就比较多。日本人这边比较细，他就是干什么都特别细心。这两天又出现这个支原体感染，还有结核。日本现在对中国来的结核病人将要就是重新审查吧，以后大家要注意身体。